运动比赛，彰化县教育部的追求锦标赛今年公刷到新港高中来举办，吸引六十队由高中小学的队伍参加，加上彰化民国追求协会专业支援裁判工作，理事长谢锡高就希望鼓励全民拢来拍追求，维持健康活力。新港高中推广槌球运动有真好的成绩。今年彰化县教育部的槌球锦标赛由后寮国小主办，首度刷到新港高中在第二校区优美的槌球场举办，也创下历年上座队比赛盛况。我们第一遍来到我们新港高中的第二校区来比赛，我们总共有六十队的高中国校的学生来参加，这已经破历年来的那个纪录。可见咱各中各校对这追求，对迄个训练也好，注重也好，也是讲支持，拢非常的用心。中华民国追求委员会吼，拢有甲咱支持。啊，咱的理事长谢世姑嘛，拢来甲现场来甲学生鼓励，欢迎大家来参加追求这个比赛。中华民国槌球协会专业支援裁判长工会理事长谢世姑欣慰槌球运动在彰化县各高中小学定根，也奠定深厚的运动基础的风气。国中小的槌球赛是我们彰化县推广的最好，这要归功于后寮国小的谢校长跟那个傅礼聪老师，从他们带队到训练。这是从小扎根啊，从小扎根，他们长大以后也会继续打这个球。由我们学校的推广，连带的，他们到年纪大以后也会继续打。这是一个很连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教育部槌球锦标赛连续举办三天，31号将结束。有兴趣民众会当到现场为选手加油，了解槌球运动对健康的好处。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